郭采洁招认控制欲，把自己隐藏角色里。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请支持大人物慈善摄影展。大人物慈善摄影展三年前募得900万，帮助青少年圆梦。今年7月将在台北文创会所展开第二届，共有15位名人轮番推出摄影作品，由郭采洁接下第一棒。这一次的这个慈善的主题结合了台湾非常能引以为傲的手工艺以及很多新锐的设计师，特别感谢陈朝宗师傅，然后还有Factoria 的这个品牌。本届主题是梦想盒，将传统手工技艺重新打造成具美学传承的时尚新品。陈森华身兼总造型师与展览统筹，一路由发想到指导创意呈现，并由摄影师苏一良掌镜。今天的主题其实有带出了三个色彩，是红色、蓝色跟金色。那红色其实确实就包括像我自己非常爱吃包子啊，就刚刚小森哥一讲到，就是包子上面的那一点红，就以前会觉得是随处可见，但是随着时间过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东西。郭采洁在演艺圈从歌手一路走到艺员、票房演员，相当符合大人物慈善摄影展主旨。我是一个非常掌握型Con girl， 然后也是非常计划性的一个人。其实我自己真的非常享受在那个演员的那个角色里面，我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很享受，就躲在每一个角色里面去给大家惊喜，其实甚至也是给自己惊喜，就很希望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可以一直跟不同的人去合作，所以今年就也会有一些我自己也没有尝试过的角色，比如说一些苹果娱乐新闻，哪有这么可爱的阿飘报道。独家爆料给苹果，精彩用就播奖金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请拨电话或电子邮件苹果日报网站或 APP 的爆料专区，你爆料我捐款。